君一方起笔，然后向右，打这个地方向上提，然后向左下方斜行笔，这个横画注意要往上面略有点拱形弧的，这个横画右边的话稍微出点头，横拖住这个竖的笔画，三个横画注意长短要有变化，不是一样齐平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撇，撇起笔是在第一个横画的中间的位置，顿一下，然后向左下方，然后往上面挑，注意收笔的话不是撇出去，要往上面去，稍微粗一点，收笔的地方与这个横的间距要稍微近一点，口先写这个竖画，竖画不要写太高，横注意这个横画拖住这个竖画，我们看一下横与横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口要写的宽扁，隶书的这个主要特点是写的相对要扁一点，会第一横不要写太长，这个是有点变横的这个笔画，口略比横窄一点，所以这个间距大小差不多，这个三个横画长短基本一致，这个点有点变成短横，收笔都不要太重，所以先写这个笔画，口要写的宽扁一点，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横不要太粗，这个竖的话注意有一个向左有个弧形，最后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横画稍微顿一下，慢慢向上去，这个横画就是燕尾隶书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笔画，蚕头燕尾，但是不要太长，上下的竖稍微错位一点，可以用悬针竖，竖画要垂直，横多的时候横间距基本相等，这样高低要错位，注意它竖画这个竖往中间斜，这中间的竖稍微直一点，卷这个撇注意向左下方伸的注意长一点，捺笔要注意向右下方伸展，它两个的高低要错位，撇要长要靠下点，捺要短要靠上点，这样高低要错位，这个笔到
收的地方轻轻的把笔提起来，不要过于尖。横不要太长，竖画对准这个交叉点的，也是在这个横画中间，不要写太高。横画约一成弧形，横间距基本相等，字小点注意，上面粗下面细，往左下方斜行笔，所以这尖一点收笔稍微这样有个弧形，有个角度。横勾注意，所以这个勾的话注意向下垂直的，不想写楷书，往左下方的这两边的点的话相对说是向下的，方向跟楷书的话有变化。所以下面这个勾要向左伸出去长一点，这个横左边长右边要短一点，要有长短的对比，这个要细向左下方伸出去长一点，注意这个横不要太粗，这个横画在这个笔画的中间偏上，这样的话显得上紧下松。